大家好，我是香港雙節棍總會總教練劉曼良師傅。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特色的雙節棍。首先會介紹一下等等第一支合一棍，你見到它是一支短棍，其實它是一支雙節棍。這支雙節棍在2017年其實我們聯同了13個不同的設計師都做了一個外觀的設計展覽。它最特別的位置就是它可以瞬間由磁石中間變成一支棍，一分的時候又可以合回，所以這個玩出來的效果是多一些娛樂性，令到大家再不是一支單純雙節棍，而是一個可以變短棍用少音力又可以拋棍變雙節棍的一個合一雙節棍。咁呢個動作咧，或者我哋好多唔同嘅花式咧，透過合一棍咧，有唔同嘅演繹變化。跟住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海綿加重棍啦。棍頭咧可以扭得出嚟，分開佢，可以調節大家唔同要求嘅繩長，跟住再扣翻落去。咁有時好多國家嘅話咧，我哋去出去旅行咧都好難避免就係入口問題，咁呢支雙節棍咧就係避免咗大家出境啊入境嘅問題，同埋佢加重咗力量咧，去訓練嘅時候咧都係增加我哋手腕嘅重量同埋肌肉。跟住第三支亦都係 DIY 雙節棍，你見到佢一支金屬棍，其實佢扭開迅速就可以變成咗一啲短棍，拆開佢，咁你見到佢只不過一粒零件，有支針。鬆開它之後咧，它就完全可以拆開變成了一支單式的短棍。咁單式短棍嚟講咧，佢亦都可以有一啲技術咧，就係單棍用的短棍仔啊，或者短棍的用途手技。咁呢個就係用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跟住同大家介紹就係呢個演出神器啦 ，LED。雙節棍，咁星球大戰可能大家都睇得多啦，但係 LED 雙節棍嚟講咧，喺我哋視覺嘅效果或者我哋演出嘅動作裏面咧，佢都會產生咗震撼嘅視覺，咁令到大家咧吸引咗注意之後咧，繼而產生濃厚興趣去學習雙節棍。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